Most likely. Fine if I do. Boo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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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机器人在你下半部哦。那你应该会抓我。对，好饿哦。下路比较难过，所以不行。我打野去吃饭。刚看到微光这瞬间，应该直接退了。嗯。他们下路拿到助攻吗之类的？有啊，你看那一个人。但是我拉哦，小心点。过去弱，再一次下路，这有眼吗？我直接给你们我的红眼红。哦，靠！ Sorry， 没这抓到吗？刚刚我看见虚弱他了。知道了。My bad。中国上，中国上，嗯，吓人！这两个指令大不给操作，要压草啊！那个要对啊，要压，没，感觉你的闪现闪掉莫菲特大酒就回家，这边中路回家了。我直接在他那个一级，好好玩。小兵打他的伤害比他打我还多。Oh man！ 干！哇，这是 worst day， 阿胜。干嘛？怎么机器人刚好回来呀、啊？靠我！刚被小兵卡住。我有盯到墙，最亏。Bye。We went to the first tower, guys. Oh man. Right. Oh man. To the... I'm trying to help you. Hmm. Why are you in the middle? Hmm? I'm going to show you.应该看到上面的注意点这是什么在中一定要吃、他没大的他的那我没大的哦干到了，哎，没有死哦，掉一个金花，这不会死，小心哦，来帮忙一下，帮忙，应该可以打了，我要去上路出兵了，没有开战，打啊，我没有开战，不好没有就算了，我还没六等，等一下 ，Guys， just care， 上了口，我差一两只兵六等，你再来，下路那波兵太 juicy 了吧，站到一个地方。不对，我拆完这只眼就会溜的。我先让闪拉，不管是切子还是什么。我溜的，应该还好。行，这边真有眼过去。我可能会去吃。我没眼了、欸，不是，应该是没在吃，哎，他在吃、欸，
吧？往上跑，可能逼他回家。来喽！哎，小安没到、哦？没有啊。走。预知者，预知者，他们那个将军。真的吗？你把那波洗完好了。中路也坑，中路在坑。咱们可以拿上塔。预示者比较珍贵，反正他朝里面不会打出花，跟他一起弄比较好。嗯，一起弄。哦，是。靠，这下怎么痛啊 ？Sorry。可能是他比你高点，硬要讲的话。因为第一个没打我多少，所以我才说机器人比你高两等嘛。高两的体质差很多，而且过去直接就秒。对啊，就是你虚弱都没下、啊，对啊。对啊，你下虚弱可能还可以打一下、啊。没有，我在被 CC 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死了。没有啊，你被 CC 的时候你可以下虚弱啊。不可以吧？可以啊，没办法按虚弱，可是没按出来。那我觉得我就有被 CC 可以按治愈，你知道吗？可以啊。但我觉得你被控场是可以教召唤师技能，这位移技不能。真的？我刚刚上一波的时候被抓到，我就想教虚弱，被动就可以教光剑了。对啊。因为我刚想说，哦，你会教虚弱。是，那这样我刚可能是。想按伊泽瑞尔按不到，可能距离吧。没关系，他是单向一次。他出三下蛮正常的，但三下很痛。这样我比较好打他，他弹度比较低。嗯。小心哦！对，拜拜。我好激动！我逃掉，我逃掉。我不过去哦。Sorry。拜拜。一直在这边。哎，幽灵客，幽灵客，幽灵客。我来抓鞋子吗？包过来，我们包过来。当路恐惧哦。他没到，我靠！得我还让，要不要拉进去？不要，不要。嗯。帮人 cover， 来推中好了。没，你那个抖动好恶心哦。哦，好，他是有进化了。他看到我就故意在进化了。他怎么看到你啊？石头人跟、哦、对啊，我们在打积分哦。石头人，人在上。等一下，你这是打积分是怎样？哎、欸，你们在打、啊。到哦，烟你，好猛哦，烟你！干，你看我刚取消掉普攻，哎，那个是怎样啊？有没有那种经验吗？就是你的箭已经射出去了，然后他判定成取消掉。我有啊，他不是靠背哦，闪小，闪小，预测闪现的。这是闪现，我还准备躲了，就到底拉哪里？因为他预测你会闪现，他这样子。感觉 EZ 会去下来，我来蹲他一下。
真的吗？他会来下路吗？他刚死了。不是啊，就是死了。可是这个兵线他会来啊。要来中路帮我推吧。诺言雷。哇，中路没人了。两波推。中路三个。我一个人打的是所有人吗？你的船呢？我船就会像你这样啊。他闪现哦！啊，我的钢船他不用闪现都抓得到我。没有，因为我想说我有炸，如果你船的话，我就没有船过来的话，我就直接开大火去。干！他们会吃龙哦，水龙，你们要去看吗？他们都不在，他们小心被拉进去了，三爷。他快没魔了，大概只够拉一个。三爷，就是你了，你就进去吧。很小，你在干嘛？用脸探讨要怎样？你在干嘛？靠腰。到了，好好笑。那、啊、你也不打啊？不哪里呀、啊？为什么拉到啊？直接退到底吧，干！這什么幻术啊？哦。他没大绝对不对？他没大绝吧？他早撞过来了。我不懂哎、欸，刚才那边是在演什么啊？啊，那个一直在你身上走，你也不打他是怎样？没有啊，我在拉。我打他，我冲上去打他，我就被过去了。你打他的话，我在你旁边啊，我就可以秒他啊。少年，这种是威扣兹啊。威扣兹。威扣兹没事。比较保险啊。哦，这龙，对龙不错。你不说刚才发生什么事？干！不要拉我！你就不说刚才我把他钉到烟点墙壁上了。那个有人去追踪有人吃，应该我刚刚吃去，还要追踪。哇，这就太二了。直接开喷是怎样？一嘴在，一嘴在，这可以打啊，可以啊。干你的好事，不给操作。威扣是很恐怖的，威扣是在我不敢打架，除非我打到他。哦，原来你还回头，应该回头好屌、啊。我觉得他一个大 S 了。对啊，干！我看你们今，我刚我从，如果我继续往回走的话，我一定会冲上去。上路有什么招啊？我刚才一直看你在那边跟伊泽，我这看你们，你跟机器人跟伊泽，你们三个人晃来晃去，就不知道你们冲一下。没有，我不敢往前走，因为往前走上面会包下来。机器人如果往前冲、啊，我在说伊泽，不，我在说伊瑞利亚，那个超好笑的，你们没看到？那我看到，我完全看不懂在干嘛。精华，三十分哦，这有用。教你怎么在金牌打。Jungle Strats。OK。这里有人，可以不被打到。下路。鞋子在他们那个。我单杀他，我单杀他。他们有苍蝇。他们威后退，我去帮我压死。刚才最好用球，打不完。我刚，哇，他拉的好准哦！屁嘞，这样最好可以拉到。对啊，他是这边拉到这里，刚好在边边，他拉的很准哎。很小。我看那个有点 OP， 有点夸张哦。他是拉在你下一个位置，你有看到吗？而且我他妈还是开着鬼步哎。Sorry 啊，我刚定墙开太慢了，他刚闪现过来，我刚就要开定墙。莫名其妙打输了。
还好，莫名其妙被拉回去，这倒是真的。我也不知道能干嘛。本来想扣包了，我现在都快炸了。我杀掉梦之客了。哦。干，真不能上。会过来了。差一点，哎，这个 AP 真的，哇，早知道吧，不要把电浆给他。一圈被动还在吗？嗯，应该还在，没什么。刚我就是打他们的 AP。啊。刚刚我在打 AP 啊。应该再点他一下，再定枪就死。上路他不防，三六很大。上路要清一下。有人去清。哎、欸，这边有人是不是？我看错吗？没有，就去那里。哦，你们要直接 Baron 啊？你们状态都不好，一定会掉。掉不掉？我可以去补一下。那你们要吃吗？问一下。哎、欸，你帮我。这个不用教大绝。不该教的。对。哎、欸，那个谁啊，张宇哦。都不到了，干啥？这滚到尾上，牛皮！Yes, feel the less boosted coming back. 我吃个龙啊！没有。四轮大雨都撞了一对一啊！嗯，他没打，他没打，还打逃跑，汪汪炮。嗯，虽然是太猛了，如果他们真的在吃就算了。哎、欸，观众在想，我刚看到那是一只机器人手吗？干你老师！很小啊，被智障压制。我刚想说，我好像看到机器人，可是好像不太确定。干，嗯，有眼无法。对啊，一万石头人大应该会中。我要出什么才能打石头人啊？没打完呢。出吸血吧，你出那个就是打软皮的用的。你再出点血。没有啊，他四百物反，我要出什么物穿我都一样啊。出吸血吗？应该是出吸血吧。这应该推装甲。不，什么陨落啊？中国塔都没掉啊，就是值得堪忧的。趁有巴龙，做点事情。
一直叠完了，有点痛啊！哇，又在痛了！哇，真的就是 so much。好多啊，那个太大了。剩几下了，叠掉。别，先不要，先不要。对啊，我没看。转向啊。嗯，这位置有点神秘啊。干！我是拿出水银。哇，会杀一机器人双闪。我是想的，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啊！哇，我是要杀伊利啊！可是我看出来你想杀伊利，可是如果他是机器人，伊利也会死。哇，还好没被他 Q 到，被他 Q 到死。帮你拆一点，推在，那可以再拆。你要推推下，哎，可以继续拆。不太行，所以这一组应该是对的。他们会加速冲出来，就不行。嗯，走吧。我觉得您跑好慢。你干嘛一副很怜惜的语气？超嫌弃。所以我觉得没有，不是嫌弃，我是觉得很可爱的。这样，我点了一道东西。哦，闪现 Q， 石头都没闪。去支援，去支援一下。哎，这个还要支援吗？哦，好多人啊！靠呀，脖子还好，走。对啊，干哦，闪现一啊！这真是超级那只 OP 的点，抱歉啊，我操！看这个要是被拉出去就完蛋了。嗯，没有啊，没有拉了。我说机器人，好像他们很多拉可以拉。我现在已经出过水银时代了，各位。再也不怕闪现拉，好像出水银世代不会被拉一样。不会啊，我不是被，我很少被机器人拉到。啊，好吧，如果也没事演的话，每次都被拉到。他们双风龙好像，虽然一条是粪，可是再下一条也是，也是被。现在蓝哦，我。叠一下我的层数，还好是吧？再小一批就要破千了，好猛哦！一千烟里，被吃掉，30分就可以破千了，那么强。如果有蓝 buff， 刚好在吃哦。刚他们就追我，追上我，然后顺路上去了。这张可以拆掉吗？可以拆掉。你小心点，太前面了。机器人过去，我听到哦。哦，掉三只哦。他们没有过去，他们拉掉。推完这一波就要推了。嗯，这样子。哦。加入江狗二期了，要往上转对面，上路可以转，上路兵先进来了，靠背，牛，哎，杰林，还没死哦。他在这里转，我不让我吃耶。干，我被那个谁啊，被那个墨菲的环到攻速，真的蛮可怕。哦，不错。
反正这边应该是不会看到我，结果还会看到我。啊，掉包了。他没有装过。我们也没有。我本来没有，我本来想说纳米有大绝还可以加点。不要过去哦！不要过去哦！再过去也没什么用。哦，上不去了，上不去了。Run！ 好猛啊！其实我是觉得可以点掉啊。不行不行，发龙嘞！这个会被拉吗？哦，这个。哦。干你老师！看一下。拜拜。我复活血那么少啊！哎、欸，他们第三条风龙。白鼠没有眼，为什么？为什么刚刚那样还会死？第一为什么这么快？我怎么知道我在蹲那里？你再把蹲好来吃哦。哦，过去快到没有？好呗，你有 TP 可以去上吗？我去上了，然后我是真的要送这个。要开打，他马上跟我讲。开打前就要跟我讲，想打就要提。准备喽。打了打了。刚好不错，漂亮。可是下路没兵线。那、哦、我就是顺便带一下而已。下盘掉了。欸、真的。妈的，我龟的超级后面。其实我们保 AD 打是最好打的。大石头人打太久。石头人，我刚刚就丢一个大绝。我要打他打到半血，要打超久。先清兵吗？他们也去吃光光了，可惜我兵线太糟了。兵线糟到我，必须回去再补。八龙十分钟，所以。唯一一个还没掉的蟑螂屋，你在哪里啊？看不出来。天天先来吃这个吧。放，很小、啊。对，我们 AD 在下哦。嗯哼，我推在这部分要怎么去？行行行，我有在看。保 AD 打，他们现在输出够了。你们凶什么？他可以吗？在这里哦。我就不敢进去。哎、欸，没有，他们应该走出来了。你把虚空打掉吧。机器人可以打。中位推啊，其实应该可以推上。哦，下一回推下一回。小心那小心石头人，小心石头人。敢来真的，吃他们。你要保 AD。大魔王在撞我一个人，乱笑。
再来啊，干！出个水一次袋就屌打了。投降啊！那 EZ 超霸气，他直接把 E 用掉，我就把他投开。对啊。他把 E 用掉，往前 Q 不知道 Q 谁，应该 Q 烟灵。烟灵的残血的诱惑。他们 E 三颗交三。哇，那你知道只有一家，妈的！哇，这样子都有 C 加，妈的！我也是 A 加。啊。你是 A。鞋子太烂了。对我来说，鞋蛮轻。是啊，对大家来讲太烂。那鞋子一万输出真的是。不是，我意思就是 ，jungle 对 jungle 来讲，他们就是轻松做事。哦，没。看刚刚那墨菲特真的。大舅专门撞我一个人。没有，因为我开始就看到，我看到你们在那边，我就完全没有打的意思，我就绕到后面。还好我绕到侧边。没有，这个时候我已经站得超级后面。我给阿森加速，然后吐蝎子一颗冰球以后，我就离开了。然后蝎子就直接闪过来了。不过因为我水银没差。不是啊，我说水银子。哦，我说哎、欸，有你有来哦，我没注意到哎、欸。那里也没有啦，反正我就因为我一直追着他跑啊，他追我追他追到后面。哦、我看你，我知道你跟他一打一一定赢，我就先去想办法帮。对，就史加纳托拿出他第三个召唤师技能。召唤师。贝基。哦没。那为什么会有？啊，第三个召唤师技能找你。哇，爸爸怎么这时候在线上？他刚刚我的电脑成功了，自己都多恶意，爹地你看他啦。录这一场一边，我是觉得啦，一边上传，没有上传，一边输出，一边输出。我们上路看来是对面才是精英吗？没有哦，所以还没上传。三小自己可以进攻到？What？ 这怎么进攻到的、啊？他有一个可以直，就是他有一个选项是直接上传到 YouTube，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我 YouTube 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那边喽。飞顶地小平原。应该他就跟 Google 结合了，我就不知道怎么是要输。他就送我的 email， 试过吗？他要的应该是你的 Stream 的 token 吧？我操！爱惜一下。因为我爱惜一下，我怕他死。就是三小，这也可以进攻到。都没有一个。What？ 这怎么进攻到的、啊？我梦了上。而且连互动、三小这也可以进攻到。感觉墨菲特超恐怖的，护防四百码。对，艾克到现在还没出现。护防再高，在我家面前都一样。真的啊。天灵有肥的。艾希一下。这个好运血刚才最后一。艾希现在很怕拉克斯。三小这也可以进攻到。跟我 Q 上了。What？ 这怎么进攻到的、啊？好猛哦。而且连护盾都丢到了、欸，然后后面两个都是莫菲特撞大学，然后伊泽直接刷我大学，对不对？好痛啊！再雷，我可以回家吗？你下次再这样讲，我们就直接开治愈。然后我就做完我的4K 死去。搭配的好，我演加洛做人了、啊。对啊，真的就是这样，加洛人，加洛型玩家，教他怎么做人啊？不然他现在就是东西又多、啊，他们过来了。就是说，我们加入的。阿克斯过去了，阿克斯过去了，阿克斯，阿克斯，阿克斯先。我靠，去玩持续输出了。走吧，我家也是。我被定到。去抓死那个啊！哦，好，持续。我看那个时光太好笑了吧？哇！最典型，全部放完之后就加。是牛也算啊，可是你不会觉得、啊。你们在讲什么、啊？牛那个加 AD 扣掉以后，我觉得蛮伤。牛，对啊，会玩的牛就一直想办法扑攻。没，被牛跟那个努努拍死都觉得很靠背，是用拍的。我被定到了。不是拍啊！我重兵剑。不是，他暴击也很好笑。他我没有治愈哦。我能够三个大来。我刚超，我刚超级超级罪恶感，你知道吗？我以为他很奇暴击是正面的。这边没有大，是他没有大，他也没有大。你要打他，本来是左右舔，然后变成上面这样拍下。干，应该退的，应该往前。让他屌翻你的感觉，啪。嗯。就是。
三连得，你是龟，你是好多钱，不是不是不是，我重兵剑，不是不是不是，吃到好多钱。我没有治愈了。但是我没有，刚超级超级罪恶感，你知道吗？我以为我没办法。这边没有大，这他没有大了，他也没有大，他也没有大了。你要打出他们，我要劝你掉。干，应该退的，应该往前走的。一定是死江那口的。就是有时候就是龟才会输啊。刚才应该不要退的。对，欸，你看，嗯，我是车轮饼的队伍，在三分钟的时候领先88块，怎样吗？嗯，我一开始就占了两个，就赚30。为什么会小？为什么会赚88块啊？可以看同桌经济。这东西有一波被反超回去。我现在查，最高胜率果然低，你还是摸。来看到蝎子的感受。他不是开我啊，可是我包还没有。你这个一楼狗。少年来个一楼 monkey。不要夸张了。我觉得我不投降还有机会打。全吃哎，欸！我就是标准的骑着一只 Bonobo。我觉得这个比较像 Daddy 哦 ，FK。龙骑他特别是 Daddy， 我只是觉得 FK 还蛮帅。别人都是自己身为 Bonobo 要被护盾好了，该不会这么戏剧性？他自己是 carry 了一个 Bonobo。Hello very other side， 我该是相信 Daddy，FK。哎、欸，不是啊，我是觉得你刚才待太久了。你在攻山？哎，干！哇！这个护盾！我看到江西那个飞尸。往上！没有，他才开过。哦！我到底做了什么？这个闪现其实就……还没人来飞啊！有开弓了！少年少女，不要膨胀，不要膨胀，不要膨胀！人生最忌讳是什么？就是膨胀。哦，娘的！这一只跑，这下好了，该不会这么戏剧性？你说车轮，看得太好笑了吧？要不我把这样剪进这个精华里面？赫赫林胜率70%。刚谁说开 BO 的啦？是不想睡了是不是？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小发现。你知道我刚才有点。我在吃四鸟的时候啊，我试着想风筝四鸟，发现我一直点不到它。哇，手开始飘了！我不知道是手开始飘还是眼睛在飘，你知道吗？没了。哦，奇怪，我怎么？你花国王魔豆凯撒？所以我要买那个。哎，那个是大学好了，我刚买夜宵来看的。没有，他我都开过了。哦，这个闪现其实就你说夜曲的造型，哎，对对对啊，就是一个装饰。少女，不要膨胀，不要膨胀，不要膨胀。人生最忌讳是什么？就是膨胀。我是心机的。哦，铁卫审判是新的。我刚刚以为那好了，该不会这么戏剧性？No， 想雷欧娜怎么带到丑面具？听到魔剑的声音，超帅，没什么特别。哎，不是啊，我是觉得你刚才待太久了。张一要出血。哎，那个他有大兵剑吗？问一下各位伙伴。105，我不知道，刚才这里有中招，然后我现在刚好剩113。好，我受不了，我先花了375，一个东西都没有升级。是那个 bug。少年。OK， 开。不要膨胀啊！哦，你在听不到吗？全吃哎，我记得全吃哎，造型是怎样？眼的造型还有头像没了，真的差很多。那不就很代表？而且你看，好运姐出那个东西，他少爷说应该要完全。对我来说，感觉蛮划算啊，好有特点，很喜欢。还有黑魔，什么都不在我身上。要不要找时间玩个加文？不好意思。因为刚才有人顺步顺走了，真的 ，EQ 都不用中，阿加顺走，我是顺到侧边帮你，我可以，你知道吗？侧边我爱惜跟你对线，
然后你六等的时候盖我 R 你就打击他们先行，你就闪现 R 然后再取我就好。其实我也觉得嘉文能真的是太好了，你只要 EQ 有同时按不要戳歪就好了，他 EQ 不用戳到人的东西，反正炮就是我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 Jump K 的那一个，巴拉比巴拉比，他完全没有贴巴拉跟他改成，那是你看到巴拉跟他做的一些。巴拉比巴拉比，巴拉比巴拉比感觉像是那个，那个是周星驰会讲笑吗？他不可以盖小兵。巴拉比巴拉比不是那个吗？不是变魔术吗？我觉得像周星驰会讲的话，你知道吗？我还是买这个开了。杰廷杰廷，告诉他们谁是周星驰？我看这边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你如果谁才是真的拉克斯？谁才是星光少女？我不知道是谁。他没有到，他没有到。我的功力。OK OK OK。蝎子，哎，打到后面，他没力，小心呢。少年，你觉得我会扮演这种角色吗？就是卖队友型，也放一下。哇，他就是第一个可以卖队友的角。你们在讲谁啊？嘉文。嘉文。为什么嘉文可以卖角卖队友？啊，他是第一个有那种中性技能的，应该说前早期少的角色有中性。但我有一场提前结束零一里面，他的大绝就算是一个。哦。没，你知道我刚才在看我们今天。打那场 NG， 我刚看到一半，我快看不下去了。为什么？我说我怎么可以废话这么多、啊？才知道。你废什么？你终于意识到了。Oh my！ 那个这两个都来了。你说废什么？我回去喽。哦，他怎么可以废话这么多？我干，差一点。可以是怎么？啊，差一点，就差那一点。你是说刚牙术的那场？是我今天跟小彩走下路吗？哎，你真发哎，正常。而且我怎么这么差？我怎么这么差的性格啊？你跟小彩关麦，我们就变超安静。你又没有打。我知道啊，就是只要你们两个一起关麦，然后就突然间很安静，没人会讲话。应该说没人会讲废话。还好啊，我觉得小彩不会讲废话，他只是说阿森讲废话，他会怼回去。是吗？不会吧？阿森讲废话真多。我最喜欢阿森是讲废话。嗯。你不要追了，不要追了，不要追了。拉克斯要来了，还有兵线哦。你们要替代我讲俊彦的位置吗？我要超过这个。靠腰。他现在听到俊彦了。我以前把欧喊去，我变成熟了。其实我觉得一直讲就是提本欧博没有比俊彦成熟。可是我没有讲 boost 提本欧博。Man, because that's toxic. 这样就是完全的进化了。Man, 你已经脱离了人猿的世界了。你们不觉得一直讲话很累吗？不会啊，啊，我觉得就宁愿就是多讲一点，也不要都不讲。不是啊，那看你是，我不知道、欸。那就应该就是我就是不爱讲话的。没有啊，你有在嘴炮啊，不要装了好不好？你这个，我之前你用问号拼来表来代替。对，这样简单多了。这样比较好啊。最近让人舒畅很多，像没有队员比较好，也没有比较成熟。没有，我现在很少拼光头了吧？我会觉得他你现在一直秀专精，我觉得更烦。也还好啊。我很不喜欢那个，就是我们明明什么时候没发生，然后在秀专精。我现在应该也没有一直秀专精吧？因为前阵子换成闪电狼图，所以我比较少秀专精。没有啦，其实你继续秀，我也不会觉得怎样，开玩笑的。没，你有看吗？啊，我贴给你一个，最下面那个。啊，什么最下面那个？被定到死 ，QQ。我觉得那个真是最绝望的状况、欸，你有看到吗？三个大绝。靠北。你有看到吗？有啊！哇，这就是战术配合。
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大变身，我一直想说我要去接吗？不行，我接了一定死。接了真的死。是啊，就后来死的是小彩。像你觉得你如果你再打一次，你会去打你片最后面那一波吗？哪一波啊？什么意思啊？在讲什么？就是一打二。一打二？什么时候一打二？一打二没有成功，不过一打二。我会啊，因为其实那时候是我的话，我会往前进，是因为小彩讲说什么，如果你打输了怎样怎样，那时候我听到他讲这个，我第一时间反应是往后顺，但如果以我个性，我一定是往前啊。你看我打 EZ， 我很少在往后顺。Yep. 像我之前把你实况当娱乐台，现在来研究一下你打的 AD。Oh man。没什么好研究的，对线还是娱乐台啊。你你不要哇！你们这样太有期待了，我觉得哇，那是别人，我是只有我在等。不要我也不知道你在剪什么啊！我这样太有，我只是稍微剪，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那只戳在小面上就对了，我觉得好酷，戳的就对了。然后中间我觉得大家就开始打会战，然后开始说。好运姐过去了，好运姐过去了。只有绕着机器人打，还有什么 ？Just do it, man！ 快跑 ！Another！ 到底哪一场？昨天打的？一定 error。就是对啊。只有那，我觉得有靠背就比较吵。是吗？没有打一起那个。What the fuck？ 快跑！快跑！卡巴卡巴 fly。Go！ 干我怎么可以这么吵啊？靠飞，我都快看不下去了。新生啊！而且真的是一个，甚至杀一个就是 CYS 三，然后再下一个，大概过三秒之后再讲一次。你是说想看你拿 Pentakill 有看你连讲一次吗？我后来还讲 Cup of Pride， 你知道吗？不要打啊！大绝没有放好，我是觉得有机会的，因为我是跟阿森说。就 Night Blue 还会这么红，就是还不错。它就是一种。好的。Thank you。又长又皮，然后又可以 carry， 然后可以追他的。是阿森的目标吗？我觉得他每次他挂完回来等级不会掉，我觉得超厉害。他也没有挂很久，他就是刚死就马上跳掉，然后他一死就跳掉，然后不是还会开其他游戏？他那个 Tetris Battle 乱玩的话，挂一分钟就影响很大，一分钟就是很难追这一分钟。他挂网的时候不是通常都是大优势，有那么严重吗？我也觉得通常是打就是偏塔被抢那种。我有时候看他平局也是，有一次看他雷格尔平局然后挂网。然后后来有个方的，他是真的有，他是真的蛮有的，有机会。只是我觉得他也，因为他打就是打低端习惯，所以变成说他在打高端的时候，偶尔还是判断会有失。讲出爱惜的台词。可是他回到就是，我不知道会变台词。尤其是打游戏的话，真的蛮会打。By no means stand and fight， 不管怎样打就对了，对不管怎样打就对了。刚才的那个状况，我觉得，因为你妹姐有故障也是我的问题。试完他一时给一时来，就是 Oh man why？ OK， 我看那个超好笑的，这样对啊，就这样看到我跑去一打二，然后还问我 Oh man why？ You're too young。哎，我绝对没有这样讲。以后不就算是我家的，可是你问我为什么要进去？卡帕弗莱 ，Go！ 而且我在追人的时候会讲一些超无意义的话，我会讲什么卡帕弗莱 ，Oh man，
后面你知道 Kappa Pride 吗？我知道啊，我第一个在你实况传。哎、欸，你传那个什么意思啊？太低了，我觉得小彩好可怜，都一直被我卖。不要打啊！你把大绝没有放的 token 搞丢了，真的。我今天睡饱一点就跟他打好了。那我们说要学会拿到 support token， 第一件就是要学会卖人。没有，第一件事你要学会， What? 你要学会。真的啊，好啦，其实我打到后来我也觉得上路是，可是我觉得 support 不足，你是没拿 support 够够够够够，哇，你是不是不会痛？有时候太低，我之前有看什么，就是钻金系统刚出的时候，我在三天之内拿到四个 support 钻金系统，不用打啊，我大绝没有放好，有机会的，有机会的，像我后来想想，大绝没放船长。船长能几乎都 S 减以上，因为玩船长就变得自私。哎、欸，你凯特琳有100K，为什么不撤？你在说我吗？对吗？所以我玩 Skill Like Shit。看一下，那我想，跟我的路线比我路线还高嘞、欸。我离星也有100K，我想撞墙。靠腰。就觉得这个超好笑，撞墙是三小啊！我很少超过50K 的，我不会玩那词啊，那怎么还玩？那你们都因为我很喜欢玩固定的角色啊，你们都是直接角。我爱情，还好啊，我觉得我们都算啊。你有在玩固定角色哦？我怎么觉得每次都在练脚啊？没有啊，我应该我角色值超少，超浅的、啊。你西门哦，你改名叫西门好了。我觉得我也算蛮浅的、啊，我通常就是会玩一个内战都不知道玩，玩一个新的，然后再玩一个妹，然后玩一个新的。我也是啊，就是打中路我都只能玩拉夫斯。没，你知道我最高的是谁吗？你最高的哦，我想想，应该是露西恩吧？你玩那么多露西恩？没有，最高是李欣，对、嗯，163K，、哦、其他的超级低。我纳米33K，300K 啦，三大本作、啊，300对啊，300K，300K 是三小，那边有蛮网。船长，我船长每一个加血应该比你高、啊，下路在 carry 我，哈哈哈哈哈。OK， 下路我蛮网在下路，哎，蛮网在我们也是。三连桶还是连不起来，我放弃那种高操作，然后是就是这样子。Upley U， 我来了，记完的，藏在后面，然后。艾希过去喽，是小心，哎、欸，不是，对，哎、欸，路线小心。我感觉到我的强项在操作，在我那儿他在干嘛？平静。哎，我的命也是200多K 耶，好难过。啊？为什么200多K 玩成这样？那定。啊，没办法，就是有这样角色。艾希过去喽，是小心，哎、欸，不是，我就是两百。我觉得我这个打得不错耶。没有，没有，匿名虽然说操作简单，可是他。中期的人很多，我觉得啊，观念是很。对，我觉得他吃观念的，他没什么操作意识。我先打一场，我就不懂啊，就是为什么每次有人残血，我们就会看到那边开刀？就即使是我们一直看法洛斯在我们野区残血，为什么这么开刀？对啊，其实是这样没错啊，就是。然后他肥到后来，就是他开什么会被他打到开鬼步，他走上来。如果他能够丢到我，蛮完善我们的野区，他就可以回去等他排斥利用好就开大，我来我就死。哇 ，G Y 想的这样，他就说最好防身。我来了，喜欢的，我就会大家玩打收的。艾希过去喽，是小心，哎、欸、不是，哎、欸、路线小心。他明明就是大的，然后后来他就超猛。他在干嘛？是玩压制鱼？空上的吧？玩压制鱼干嘛？丢啊不为什么会玩玩来这么强？So sad， 膨胀可以慢慢变啊，以之后的每一季为目标。Man， 练习怎么？给你看一个，给你看一个你有讲话的精华。还是我直接贴在这里啊？这边比较，这个比较。你可以等我们看到。你有讲话就好，讲一部这样平常都不会讲话呀。因为一般来说我剪的精华都是我很吵的时候。
无时无刻嘛都有炒有餐，是在帮你清冰块一点。切了这个吗？你可以吃啊。他在干嘛？我有意见。Because you are IP carry. Next game. 说我想说你要回去补剧情。你干，我看完，我刚为什么我这一场跟小磊打怎么可以那么吵、啊？干！哇，这个，这个只是你想秀你的操作吧？这跟他在干嘛那句话一点关系都没有。被看出来了，干！啊，跟 nice， 完全没有看到你上路啊 ，play 两。哇，这个钻！我只是我们走在中路的时候，有一个拉克斯从我们面前。那我就杀他。我有讲到他在干嘛，是在讲那个艾克没有啊，他打得好啊，也不是打得好、啊，他打得正常，你打得好。同时级的操作看来也是跪在地板上了。谢谢。没看我同时杀。希望你有的实况非常脏话过。Fuck 那个艾克吃你全部 R 真的很瞎。他没有吃我全部 R， 那个真的有问号。他是送回去之后，啊、我滑步之后，他才一直吃。对啊，就你知道那个时候是怎样吗？那时候是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对方在哪里，然后他就一直吃。我这个最我就相信他会过来，然后他也相信我会过去。要不要在一起？我是觉得他应该是认为他的一过来普攻会把我秒掉，可是其实我止于这样是三大庄。为什么好运姐三大庄也三大庄啊？真的好运姐很肥，她一堆头，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到后来输出最高是这个傻破好运姐，超不科学。然后你 AD 等级比上路还高也是蛮厉害的。对啊，为什么那种中谁上路？雨云的大画笔，而且这场很戏剧性，我们两边上路是艾克对。菲欧拉精英计划，下路是艾希对露西安精英计划，精英计划对。精英计划。我今天讲精英计划的时候也是讲错。精英计划。Fuck me, baby。红章2016。哎，这悲伤。哦，这场都结束了。哦。真的好吵，干好吃。其实那部声音，是什么剧情啊？如果我今天是扫破的话，我就跟这 AD 翻脸。你现在懂我为什么平常要整你？啊？什么？你看这么关吧，跟 AD 翻脸跟什么翻脸是怎样？啊，我刚刚听成翻脸。我是讲翻脸啊，你讲翻脸，靠！如果是舌头，我就会带姜狗翻脸。怎样？你是真的想跟我翻脸是不是？嗯，我只能想，他只想扇你巴掌。很小啊，这个有没有比较好、欸？说、嗯，我想说你要回去补剧情，你乖打。其实我有点不是，我刚才是怕那个艾希。那个哦，艾克。艾克这个吗？我就直接弱丢 W， 然后掉了吧，没视野。没办法有视野。Sorry 啊，你有丢到不多，我还以为我没有。我没有约，我会抢到你的头。你抢到我头，我不会怎样，我真的不会觉得怎样。我在抢到你的头已经是，哇，这个，哇 ，nice， 哇，这个钻石级的操作看来也是跪在地板上了。实在是多好不睡啊！谢谢。希望你有在实况，你在抢，等会我在抢到你的头已经是，哇，这个。乖打，我在抢到。乖打，要开这个吗？我就直接弱丢的。
这场蛮经典的。钱，我白打。其实我有点，我感觉是怕。哪一场啊？我就直接。就我现在在剪的这场。如果丢 W， 然后。那、啊、你刚刚那场输了吗？没事。啊，那场你说哪一场啊？我有点搞不懂。没办法有戏。你说饭吗？饭这场没什么啊，我就是被，我就一直被 off play 啊。有有吗 ？Sorry 啊，有还有还有，我没有，我没有预约。各种被 off play。那这样就会看我各种被抓到被秒掉。嗯。快来会翻发达。前面我一直晕那个，我一直各种晕那个 AD。哇，这个钻石级的操作哎，看来也是跪在地板上了。谢谢。希望你有在实况，我这场当第一次被抓真的是。fuck 冲账 fuck me baby 冲账2016，我真的好搓哦，这个是谁？哎呀，其实那路声有点高，他用起来超级像。他啊咦啊呜，而且他那个，我觉得你听起来比较像是别的东西。你可以不要讲的，好像十二点之后我们才能讲的那种。但为什么我声音听起来那么靠背啊？奈德利小心哦、喔！不要怀疑，没关系。阿森的实况好像……我是不是关麦？我不要讲话了。但我看不到刚怎么了？对不起。没有，我觉得我声音好难听哦、喔。啊，你的声音没有很难听啊？不会啊，我也觉得，其实大家都觉得是你这个人很难听啊。好美，好美！现在是 AD 模式吗？阿森你讲的话，你有贴给他们吗？子越，阿、欸、森我看不到刚刚场 VOD 的，没理由啊！啊，因为我用录的、啊，我没有开实况啊！你要看吗？我可以上传。干那场，牙叔，你说玩，刚刚那场没什么好看的啊！我想看那个。基本那场有会战，会战，好啊，那我上传到 YouTube， 你慢慢看。好啊，你想看我会战都要干？干，可是我的视角应该我不知道看不看到你就是。可是会战应该是一起打的吧？嗯，可是我的视角好像都在前排。还有他物防450，我也不用管他。哎、欸，我是存在哪里？看一下，输出在 Springs 一槽。看我放在一槽、欸，哎，9月27号，太早了吧？